露营的地方是一处这么漂亮的地方，湖水上面好像在泛着彩虹色的光芒。这可是在沙漠里面用黄河水养出来的螃蟹。赶牛的时候呢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。然后需要把羊赶得更远的地方，就哎，把手这样一放，是不是？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，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甘德县。你看它尾巴一直在摇，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。这里是全中国椰树最密集的地方，中国有90%以上的椰树啊在海南，而海南呢有一半的椰树在文昌。感觉到整个建筑还是挺高的。兰州是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，两山加一河是兰州标志性的地理特征。